握着你举手的从前的折磨，爱藏的幸福却盲目。亲爱的脸不喜欢颜色，从来没有上手的爱怎么放手，心碎的城墙却扛不住。你是无法接近的目的，不管我再怎么在你身边偷偷的等你，在你背后偷偷的想你，我只能够偷偷的爱你，偷偷的默默的默默的爱着。我没权利偷偷的任性，也没勇气偷偷的放弃，我只能够偷偷的。我还为你数着温柔，刚才做什么？亲爱的 ，Let me see your hands up。如果有天你的双手觉得寂寞，我愿意一辈子前走。我是你无法爱上的注定，不管我再怎么的努力，还要有多少的时间我才舍得。一起摊了，我们请他吃饭。好，没问题啊。哎呦，啊，要把牌子拿起来，对不对？拿起来，然后把这个木头，所以才不能用。因为今天奖金也带有可乐的意思，然后跟放肉的那个碟子的那个气球，然后跟奖金气球的可以提升环节成的多少，然后跟。
ご利用くださいまし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この電車は桜569鹿児島中央終点鹿児島中央は22時26分。时机与他不同，我用的词汇艰涩与他不同。知道爱是什么，爱不爱你，多爱你，诸如此类的这些话我都不知道是什么，所以不要与我交谈，不要揣测过头。如果这些都模糊了你的基本认知，如果对你来说不够隽永，那么欢迎来到我的闹钟，这里对爱没有解释，只有一些细微的摇动。是什么？你得自己感受。